推拿大椎穴的妙用，久治不愈低血压，久治不愈头晕非耳部原因引起的耳垢，听力下降不明原因心律不齐，失眠多梦，晨起头脑不清，大椎穴莫名其妙，高血压，头发出油，多治异性皮炎，脱发久治不愈头疼，偏头疼，不明原因反复落枕，头部习惯性偏向一侧。